更白痴呀、欸！这当然一等啊，怎么输都没有？不是啊，没有输太过可怜，略太可怜了。对啊，一等也太 QQ 了吧？去地表。女人缺衣服的在箱子里啊。缺衣服哦。他们的鸡网会发光吗？不会啊，我们的鸡网没发光、啊。等一下太多衣服了，等一下这个我要死掉了。我只是想附件，我都附不到的，一直买一整套的。这样子我们会知道他的鸡王是谁吗？有啊，对，好吃啊。什么 red 王者啊，王者 red color red color 抽到王者、哦、啊，种子也有位置显示了。哎、欸，你打谁？没有啊，你哪欺负人？啊！啊！想办法让它发光。嗯，走到它附近，那可以扔掉了吧？这些铁质的。哦，风力三掉了。旁边有岩浆，旁边有岩浆。他没有岩浆可以丢了，对啊，开一下附魔啊！看到输过去了，有没有什么可以炸比较快的、啊？流星戟啊！流星戟贵死了！爆弹啊！爆弹啊！阿基蛋、啊，两千还是三千就一次就沒？阿基多下几颗，多下几颗蛋，多给我吃点东西嘛！咕咕咕，要吃西瓜、啊，就给你很多西瓜。等一下，我就吐一堆西瓜籽出来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这感觉好像很强。不不不不，哎，虫子，他最近有没有生新的？圣兽产生了新的爆弹，哎呦，捡到呢，附一堆只有耐久三的剑，三斗捡到，三斗捡到。哎、那等下哈吉要在门口屁股对着他们呢、喔，然后蹲下。蹲在哈吉。我捡到，我捡到了。神兽爆弹。哎呀，小心啊、喔，不要炸到队友、喔。地标。我说哈吉屁股翘高。塞回去吗？塞回去吗？揍死你！箱子打不开，是谁坐在上面？是不是？嗯，小鱼卡在上面。对啊，他们是蓝队、欸，他们的机房其实在很上面呢、欸，在屋顶、欸。去地表啊，在第几页啊？第一页的门。他们在他们那个楼上啊！哦，所以这是什么流星击哦？哦，好凶哦！谁刚刚一个爆炸？我看他们的机房，我被炸死了！哇哇，装备怎样？超多！他们一堆人在他们屋顶，你还敢去啊？我还有杀人啊，但我是被鸡王直接吐那个爆弹哦哦，对，他好像说哇很强，痛哎、欸，太痛了，有点强哦。什么东西？你说鸡王吗、啊？不是他们，那个死太快，根本没有料到，不死吐痰都没用到，全喷哎，好扯哦！哇，我全部喷超多，哎，为什么有时候会稍微加速啊？那个领域。哦、加速领域，极速，让你极速，啊，嗯哼，啊，嗯，我们家是楼上或哪里有附魔，还是都在弟弟？扣一百分，弟弟啊，都在弟弟，都在弟弟。没有，在二楼有一个附魔台啊，那只剩一个没有书柜的，没有书柜。淋浴室是不是？嗯，怎样？杰克要买附魔台啊？我没什么钱啊，哦、你五千块？哦，对，好，我买，我买。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家里二楼。哦，嗨。一无所有。哦哟，商店扣一百滴耶！哦，外面，开在外面干嘛？拆掉。我觉得没有吧。哎，他们在射弓箭哦。好。我重新买一个领域啊，放里面一点。杰克，杰克，我放里面。在帮你们挡。领域是不是箭射不进来啊？哇，这里好多领域。对啊，我们家超多。招不出来，怎么办？下面吗？还是哪里？这。宝藏区，宝藏区保护。我再等一点，我的书柜又不见了。哦，书柜出现了。这个矿工挡点不到啦。哎、欸，家里怎么全都是领域啊？放不出来啊！都是领域。
加速领域。把杰克，这里。哎呀，哈哈。安娜，我也录 Q， 可以。OK。哎，等下我帮放了，这很棒，我帮完了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上去了。我已经在上面了，云月，我在他们领地这边。对方的那个爆弹哦。好。我上来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啊，不对，我需要买点食物。有，可以。啊，嗯。喂。哎，差一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有商店，有商店。这里有。好，放好了。哇，爆弹真的很强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我刚差点死翘翘。你刚刚被炸到、喔？没死是？对，差一点。那我们是不是该附点防爆什么的、啊？要嗤一声啊！我也听到了。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跟我们一起死吧！听到有人诅咒。嗯。真。为什么我看你才十二等啊？但是啊，又坏掉了。他们全部都在屋顶上哎、欸。嗯。怎么团结啊？嗯。杰克，你这个附魔怪怪的、欸。团团你也太猛了吧！哦、杰克，你白痴，他是高一格啊。喂。哦，对呢。杰克，你是白痴。我的附魔来就浪费了，白痴。好，我买。杰克费钱哦！我想说奇怪，这等级不对啊！杰克该不会盖附魔台啊？我忘记附魔台，他是那个位置哦。皮箱啊，可以附魔台。看，这看多么高级啊！对，这高级高级，感受得到，直接最好的。哇，太神了！爆炸保护，看来需要爆炸保护的附魔。等一下要准备转职喽，大家记得哦。OK。一分钟内要转完。箱子怎么不见了？转职时间。转职。刺客冲啊！这个好了。转什么好呢？哎，我不愿意把转职书 Q 出来就没了。耶，你没了。没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上一把他进也没有。他们想进攻了。哦，想来啊！繁星小心哦！哎呦呦，还有回来，还有回来，还有回来！僵尸圣兽移动到自己身边保护，我是会被传走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试、哦、看啊！试试看啊！那王者模式无法试一试。哈基。那我就剑神，得加步一下咯，牧师好了，等一下，我来咯、哦、我没有转职成功，贡献贡献，你可以吗？我没钱了吗？哎、哦欸，我转失败了，没钱贡献了，太晚转吧。哎、欸，我贡献一堆都有那个职业等级，第二阶是多少？很小，很小，很小，很小。原本是英雄的话就哎、欸，可以飘了，可以飘了。走咯，飘上去咯、啊、对，我有啊，我拿到东西啊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可以挖。有哎、欸，哇，穷的爆！哎、欸，爆弹是可以买的、喔，不能买啊！哦，不能买，好哦。好多人在天上飘来飘去啊、喔！对啊，现在这个阶段可以飘，小心一点哦、喔。没有，我在水上，不用怕。位置真好。还有三十秒啊！关系啊，抓不到啊！西瓜不错，不错，西瓜好吃的西瓜，就现在，就现在，吃饱点啊！啊，那个饱点啊！尽量吃，尽量吃。我只是要舔蛋，然后我就越飞越高了。我爆弹又爆弹，哇塞！爆弹来啊，白痴啊！哇！打雷，打雷，打雷，打雷！等等等，这打雷波范迪我啊！分啊，会分啊！天上的王者，王者真是好，我打雷他们了。我吃西瓜了！哦，王者，王者！哦，爆弹，爆弹，爆弹！哇，还有爆弹又来了，爆弹又来了！我死了！哇，凶巴巴！有爆炸保护，有差，有爆炸保护，有差，真的有差哎！就是你像你就没有事那个嘛，我就爆了。对啊，我没死。我刚刚那不死图腾直接用到了。哇，我的帽子不见了！我的内壳是。可恶！冬天冬天那个一堆哦。我的帽子掉了。东西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你转化了。刚刚他们的王二。所以刚刚那个好像那个，刚刚那个好像那个。
好，那魔王换人哦，可以打。OK OK。好。哦。哇，那个太猛了吧！哇塞，沙嘎变刚死掉那个装备也快爆了哎、欸。哎呀，吃西瓜了，吃西瓜了！那个爆弹被爆弹弄，好猛哦！来换一个，这都我们队友、哦，太多爆弹了吧？啊、哦，是我的那个，有了有了，有时候都会有一些东东哎、欸，黑枪，附魔有，又要吃西瓜，西瓜又要这么爱西瓜，吃西瓜，这是我吃了吃了吃爆了吃了爆吃了，没关系吧？好吃西瓜好吃，最气最气耶！嗯，时间内吃最多的哦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没办法再吃了，好想再吃哦。这么好吃的西瓜，上面也太多了。他们也放太多附魔台了，他们想干嘛？哎呦呀！家里处处都是附魔台，到处都可以到处都附魔。对，他们是处处附魔台啊！哦，他自己还有很多爆弹吗？嗯，我刚刚有没有办法炸到他的光？哦，巴豆艇啊，拉不出来。多吃一点啊！不行啊，现在肚子痛啊，吃不出来啊。哦，我的头剪到了。上面各种爆炸声。我爆的，我爆的。啊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怎么可能跑得过我？我弓箭支援，弓箭支援。哎，那几小僵尸会跟着你。我的，我的。啊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正面，再一个，有有有，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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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的王了。王要死了。装备很多，装备很多。哎，我们王受伤。王，王，我来支援你了。踩到没果，哦，我中毒了，我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，因为大毒啊，我怎么打不到他？他咋跑那么快啊？好多好多职业吧，有一个职业有加速，有个职业可以跑很快，有啊，那个啊，刺客啊，二转，那东西都吸满满，怎样？这个毒太毒了，好毒好毒，那个是哦，那个诅咒，有人变刺猬，有人变死亡诅咒，那二十分钟才一次而已，嗯，好毒。追杀他！射我啦！哦，这边这边是哦，掠夺掠夺掠夺，你们是在里面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我在冲冲啊！这人出来了 ，GRE 感觉厉害，开头的。两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想干嘛？帅吗？要跑！我来了，啊，好缓好缓，一定跑得命快，一定跑得命快，一定命快！哇，死亡诅咒啊，白痴！他们在上面吗？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后面有吗？这跑好快，这跑好快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，快打！快打！我们在纯粹追人呢、欸！啊打！快打！啊！直接打，直接打啦！抓不到他们！快打！哎、欸，抢怪，抢怪啊，抢怪啊！无限攻，无限攻！哎、欸，抢人头啊，这个人啊，抢人头啊！人头啊，抢人头、啊欸！王者，王者，现在王者是谁、啊？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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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发光一下！生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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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气，生气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白霜，哎，也太快！生气，生气，哎，他们死光了。对，神气不承认你，哎，他也不承认我。哎，不承认，怎么得不到的？别也别想，炸掉，炸掉，炸掉！掉血了，很肯定啊。对啊，我不是一分钟，一分钟后，一分钟后，一分钟后，不见了。哦，还在在在在来了来了，有人哦有人哦，不要跑！我去升级成英雄，我忘记了。哦，我看他没有发光了，要跑！有人下面啊，往哪去了？我看到不见了，我是英雄了，我是英雄了，我看到也不见了。哎，受伤了！哎，不见了！哟哟哟哟哟！跑！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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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爆弹，我们全部。选我！选我！这里水面来了，你们赶快退下，交给我。谁？谁？到这里。到这里。所以那个是什么？你炸了。他们现在是 Rain Room。你获得什么？好像就是只是一件钻石装。就是一件钻石衣服。那也是不错啊，对。对啊。钻石装很棒哎、欸啊，他自己拿的，啊、没什么东东、啊。没有，没有。哦，那个小张造强，这里有一个发光的，打他，把他打成谁？他就是王者啦，他是、啊、真的假的？他就是王者啦。外面还有一个人，打他，一个打他，变态。哎，结束了，没了。哇啊！结束啊！哎，好，他们人比较少，然后八个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欢乐赛？欢乐赛，体验王者吗？没有吧？
我家王者可能还知道哪里可以显示 ID 就比较，知道到底是谁。不知道打谁。也可能是右边吧。金头盔吗？还是？头盔啊。右边呢、啊，可以显示他的 ID， 显示一下现在是谁当圣手这样。啊。谁当鸡鸡王？鸡王。鸡王。哦，狗狗。哇，你可赚很多、哦，赚很多、哦，有钱人，我赚很多哦，真的假的？几万多，很多、哦，自己没有感觉哦，钱那么多都不花，我刚还买错书柜，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，还不错、啊，据点战争很酷，嗯，蛮好玩的，对。当鸡很开心啊，他鸡。不愧是哈鸡啊，哇！对，真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哈鸡的蛋好强、啊。哈鸡狗狗。哈鸡的蛋好强。嗯。谁啦？出蛋。如果今天这一场好安静，讲什么话呀？最近比较累啊，最近比较累啊。等一下应该继续玩 RP 啊，但不会开台啊。觉得压力太大啦，太累了，还要因为要演戏，要什么勾，又要顾聊天室，好，聊天室不用顾啦，就觉得很累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